暗慢了。你好，我将用人类机器人救世。暗慢了，按的有点太慢了。这个确实是还是得摁快一点，但有的东西摁快它摁不出来，这个游戏就这一点是最闹心的。我不可阻挡，打不掉了。人们说人心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造你！我疾跑一开。这是个传送剑魔呀，传送魔。陪我了吧，那你要非得送那就没办法。这是我的时代里的和平。那波不活了。
哎，我远不只是一堆武器。你俩好像打不太过我。给我了吧！开大开慢了，这猫眼熟的给他打死。太追啊，太追了，我是造物的，生气了。哎，这波不回家，打他一波，给他一个 Q， 然后我们把他杀了，这蛋去呗，留眼儿。没有，你看见没有？有的话，他现在应该要杀我。火车进站。这是你的荣幸。给我了吧！这波黄纸不得过来呀，我怎么办啊？怕他不活了，正好剩一层，再跟我凶，还凶不？
你不敢来吗？哎，给你一个蓄力扣。不是有炮车，哟哈，哎呀，这没跑了，我操，不过没事，塔给他拆了，然后我们传送上线。不回家吗？回不回家呀？给我了吧！来个耀光，上路不让推，我们去推一下。这万花通灵搁这干啥呢？我操，还真让他给蹲到了，你还别说。该我了吧？喂，
跑去试试，没事儿，玩耍吧，那都不重要。那他怎么的，他也得没，所以说问题不是很大。我操，这么多人儿！打峡谷先锋吧。人儿还挺。小龙，他们让我退役，我让他们退役。怎么回事？这团战不打赢不让玩了是吗？谁闪，我操，还得我害虫跑过来过来打团战吗？我都不是那么很想跟你们打团战的。我受不了了！再见，丢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需要重新充当。我们要打大龙，好，直接拆基地打大龙。喜欢打大龙，好嘞。不打了，刚不打的挺爽的吗？打个不灭，不打大龙了，打呀！怎么不打了呢吗？还给我发言线。
还打不？大龙继续打呀！对不起，你们家即将只剩一个主基地。不理。不理。我还有僵尸。游戏变了，游戏不是变了，游戏是已经结束了。游戏已经结束，我现在想猜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明白吗？打那龙呢？我的任务表根本不兼容同情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拦得住我。来个 BGM， 可以。怎么的？还不出现在地图上吗？再见，我不去了。怎么的？我不去了。你们来吧，外边东西都是我们家的，来吧。我不去了，你过来看我，我走了。你倒是踩油门，你等一会儿。哎，那踩不踩死？踩死了吗？油门。我来了，鬼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车技。你我操，EZ 来了。EZ 来了。